好，这个呢，台湾的摩克斯呢，我们再介绍一个叫台湾 Life，这个课程也蛮多的，哦，也蛮多的。不过活跃度就没有像我们刚刚的以往的跟学科是那么多，但是呢，它上面的这些哈，你看到的是我有选修的，这是我有修的哈，在这里，我有修的课哈。那如果说哎，你想要看这个，你还可以继续，虽然课程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这是去年3月份的。可是呢，这个老师他还有让我们可以继续进去里面看，有没有发现我还可以继续复习？所以跟我们现在这种实体上课啊，上完一次，老师不好意思，你讲的那一段我忘记了，我那时候恍神或者我听不太懂，我没办法复习。各位有没有发现你们现在学习有我们自己学习有这种瓶颈？今天如果上课时间是1个小时，可是有可能不小心恍神。10分钟，可能就哇，糟糕，那你就听不懂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有这种线上的，有没有比较方便一点？你就可以随时做复习，即使老师在睡觉，你也看你的嘛，老师也不会被你吵醒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顺便再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有一个叫台湾 Life 的哈、哦。那你看过这几个之后啊，其实下面还有像云嘉南的，像我们学校就属于云嘉南。的这个区域资源整合的那个这个区块哈，所以它也有哦，也有哦。那我们再往下稍微看一下，那你想看看，除了这些哈，这个我们刚刚都是介绍国内的，对不对？国外有没有更多？而且我必须告诉各位，大陆更多。大陆现在离我们这里比较近嘛，我当兵的时候也是在这里啊。所以这里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，好，那大陆真的多很多，所以我先介绍一下几个大陆的哈，给你看一看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大陆的课程，甚至大陆付费的课程也不少哦，也不少哦。你一样，你找这个所谓的慕课或者是所谓的那个 MOOCs，你会找到比较主要的是。中国大学 MOOC，还有学堂在线啊，甚至北大慕课啊，这些都有。好，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个中国大学的，这里。好，一样的，你都可以免费注册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这里，有没有分很多生命科学、心理学、哲学、外语法学，比台湾的。在进就是所谓的模课式的这种课程丰富度来讲，大陆真的多很多，好、哦、多很多，甚至文学的、历史的、教育的、艺术的这边都有，所以你可以用这样找，也可以直接从下面这边，好、哦、直接从这边去找，比如说哎，它这里有什么市场经营的、营销的。一样。在右手边，你如果已经注册好之后，你看我又找到一个今天开课的，有没有？可是它的课周数只有几周？有没有看到这里只有14周？对不对？所以不一定是18周了哈，所以你就把那个18就忘掉了吧，因为要学一门课程，不见得一定要是18周，可能几周 OK 就可以。它整个应该是，哎，课程时间12周，好。跟它上面的不一样，好，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，这边你就可以注册一下，好，注册完你就可以一样登录就进去看，因为大陆人多物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课程也是一样，当然不可否认也是有比较厉害的，也有比较普通的，可是不管是台湾的、国外的，还有大陆的，敢放在上面的，你觉得会不会很逊呢？很差的，敢不敢放在上面？不敢，因为这样很差，就丢脸丢到国外去了。好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会放到这个模课师或慕课上面的，通常都有一定水准以上。好，都有一定水准以上，当然只是说制作影片的这个什么精致程度，每一个人的手法不同，诠释的方式不同，讲解课程方式不同，但是至少不会太差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，诶。在大陆其实就有这么多，这样你有没有发现？你可以选修的课程
比你整个大学四年在学校所学的有没有丰富很多？这个是给各位参考一下哦。